我们身边有太多虚情假意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单单是应对防备身边的人就会花费许多的精力，更何况还要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急需一个性格单纯至少诚实不拐弯抹角的朋友来安慰我们的心灵。十二生肖中最单纯最好骗的四大生肖女，遇到了请好好珍惜。属猪女大智若愚，都说属猪的女人比较笨，其实不然，她们才是真的大智若愚的人，一切事情都是看透不说透，不会主动的去跟你要求什么，只要是你自己能够意识到这问题，他们才愿意坦诚不公的跟你相处。将心比心，不会对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好，也不会对一个人爱理不理，这就是属猪女的光明磊落所在。属鸡人性格直爽，属鸡的人性格直爽但责任心太强，常常让自己活得很累，还是个非常注重生活享受花钱非常大方的生肖，不论是赚钱省钱还是存钱，都是为了自己活得更舒服。如果你跟他开玩笑，他往往都会当真从而跟你较真。属牛女不喜欢怀疑，属牛女其实也不算是好骗，他们只是不喜欢去怀疑别人，在他们看来别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人家也没有理由要来欺骗自己，所以他们几乎是从来不去怀疑别人，这也是他们被骗了之后半天还反应不过来的原因。生肖羊最善解人意，属羊的女子个性温和，身上有着小家碧玉的气质，她们有着中国女子的婉约的，在婚后她们还是有着小女人的味道，这让男人很是心动。属羊的女人非常顾家，除了照顾好老公，更能够把公婆照顾得妥妥当当，让男人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对他们也是极尽宠爱。